讲蔡大哥你好，对，他演戏是大家都会的，当然当然，你从跟这个男主角一直演到现在的，他不是什么时候哎 ，unbelievable， unbelievable， 你既然讲的比他的还要短的啊 ，unbelievable， 那时候他最喜欢的轰动全新加坡，真的，所以他真的突破自己，他以前哦，就像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四大天王其中一位，是，他以前有六粒的嘞，哇。可是他两个够了，他是老板，他老板，对对对对对。来，今天邀请到，这次也邀请到我们的可乐，这样棒，非常的棒，因为他真的邀请他不容易，因为他的档期真的很满。哎呀，也没有啦，也没有啦。当然没有啦，整个七月我都主持，我唱歌你主持我，你主持我，我都没有机会主持你。真的嘞，我就想，哎，那天宝贝耶，我终于可以啊，遇到宝贝，可是我们常见啊，你不要你不要耶，是我耶，我主持可乐。也能跳舞的一个非常棒的艺人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年纪非常轻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一哇哇，没有艺人这样子嘞，我拿拿欧力后的时阵，你唔听讲，对对对，哦，好厉害啊，对是嘛，哦哦哦，这样子，如果你讲我哦，我很美，讲我不可以对，你不可以对，你说 ，OK， 你再称赞一次，杨光可能真的是一位非常万能的一个艺人啊，差不多差不多，能说能唱能演的 ，OK OK。然后他又是一个名主持人，没错。我没有拍，我们的好朋友齐北豪姐，对吗？对吗？哎，可是很奇怪嘞，他这个人缘真的很好，哎，不管到哪里都好。你跟我到幼稚园里面，都有老师问我，阳光可乐真的是阳光可乐吗？啊，真的啊，这个你以为歌台就是可乐？没有，没有，你不是歌台，认识认识。你知道吗？我去做指甲，每个月我都会去做指甲，是是。然后每天呢，我做指甲11点到3点，然后我一直看这些都是你的广告。哎呦，感恩感恩感恩，没有啦，也没有啦，只是一直有在重播。谢谢，谢谢他们呢，谢谢。可是讲真的，最近他真的是非常的新年快乐，非常非常的红。可是呢，他还真的是一点好运都没有。是的，完全没有，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对，现在我有个东西要交给你，哎，你唱歌。好，我去那个哪里？好几步，但是他去放，是吗？有醋才有劲，对对对对对，必须要必须要。来，总经理的邀请来到现场，谢谢我们十位，谢谢主席朋友们，我们一同来欣赏阳光可乐带来的歌唱节目中段 ，Show Time， 第一首歌曲到来。是的，我呢三首歌步步那个中段都是安排非常这个高难度的歌曲，高难度哦，非常高难度。应该我们的名嘴名主持名歌手一定要唱高难度的歌，对。
满满袋。Hello， 我们所有大方窑的老板老板娘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非常荣幸可乐可以来到呢这个大舞台上面为大家演唱歌曲的，那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天皇的制作，谢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啊，在这里呢为大家演唱歌曲。大家今天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可以啊。祝你呢脸上没有青春痘啊，这个身上没有三层肉，谢谢你啊。这个也是一个祝福语言的哈，谢谢谢谢哈啊，还有谢谢刚刚我们的老板娘的红包，谢谢你，非常的感恩。祝大家可以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晚间时刻啊，因为呢这个今年呢是水兔年，那水为财，祝我们所有的朋友生意兴隆，同四海财源进达，三家金兔年好运连连，天天赚大钱，欢迎大家开个好吗？大家丢掉哈。实力都非凡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排一首歌，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唱。我等一下啊，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合作一下啊，这是一首 Hokkien 歌，看看我们现场有多少位 Hokkien 的朋友 ，Hokkien 男拍波哟。哦，你也是多哈，安尼说了来要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呢也是合作起，叫做《欢喜不破》。当我唱《欢喜丢》，拿给你们，你们唱好，好不好？拽一下，拽一下，你叫我不带枪枪 ，OK， 我拽一下，好，我拽一下，我拽一下，我来这边的，老板，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 ，OK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哇，猫，这个玩具店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花一点，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不错啦，哈，有带甜的，有带甜，啊，多一个，花一点，哦 ，OK， 啊，不够搞笑哦，哎，旁边的豆头讲不够搞笑嘞，哈，要大声点，你要喊到猪肉。有 A B C D key 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身体健康啊，身体健康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我们找啊，找一个啊，找个年轻人，你没有看到你啊，哎，你这么傻呢，你这么年轻，你来帮我一下，花一丢，看得出吗？这个比较嫩一点啊，啊，跟之前的那位阿姨有一点差别，比较嫩一点，谢谢你啊，妹妹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啊，来，今天啊，这位是你的。姐姐，花一点，这个就比较排斥一点了，他比较排斥，好，不用紧，来，我们现场朋友，让我听听大家的一起来哈，一起来 ，OK，One Two Three， 花一点，啊，那就丢了 ，OK， 老师 ，Music Please， 让我 over run 了。Yeah!
师，那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啊，再听可乐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唱聊就是OK， 因为呢，我安排本来接下来呢，我想唱一首《干几杯》，视频大哥唱的，然后我又安排了一首《浪子回头》，又请上一位歌星唱了。接下来我一定要唱一首酒的歌，让所有的老板们可以生意兴隆、长长久久，身体健康、长长久久，开开心心、长长久久。所以呢，安排了一首《醉英雄》。Yeah.